位老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是台南培训班的开学，同学让我讲几句话。我听到这个讯息非常欢喜，因为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不仅是国内，在全世界佛法了缺乏师资，两三个星期之前，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啊，法宝法师传一个信息给我，说联合国的统计，在全世界其他宗教信徒们年年都成长，唯独佛教信仰佛教的人数啊，逐年在减少。法宝禅师告诉我，如果像这种状况呢再继续下去，大概30年之后啊，佛教可能在世界上消失了。他很忧虑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佛教的兴衰是西域人才啊，过去李老师常说，有庙无道啊，不能兴教啊。这句话我们听他老人家常讲啊，勉励我们啊，要担负起弘护正法的使命。我当时在台湾，因为是独身，没有家里啊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还可以能够啊做这桩事情啊，能不能做好那是另外一桩事情，总是诚心诚意发心来学习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！啊，我从学佛到今年，整整56年了。啊，从事于讲经教学的活动啊，也有49年了。在这么长的时间，分析领悟啊，找出了佛法了衰微真正的原因，那就是我们疏忽了基础的教育。我在台中那些年，
李老师对于扎根的教育啊，没有严格的要求学生，但是他很重视，他叫我们自己学习啊，每个人发了一本书给我们，陈洪谋先生的五种仪轨，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，弟子规的前身就是朱夫子的朱熹的同盟须知，同盟须知就在五种仪规里面啊，那老师每个人发一本呢，让我们自己去学习，没有正式开这门课啊。而正式开课呢，是《礼记》里面的学礼啊。这一篇呢，他老人家总算是从头到尾跟我们讲过一遍，我们受益很多。这个因缘好像是我六次祈请，他老人家才答应呐。我祈请讲经只是一次，请他讲这一篇呢六次，啊，他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最后一次是好，我跟你们讲，啊，为什么不愿意讲呢？这个你讲了你做不到啊，做不到讲了有什么用啊？这一句话。当时我们感触不深，现在我们感触太深了啊！老师为什么不重视儒释道的基础教育啊？为什么没有那么认真地要求我们？就是这句话，你做不到啊，做不到就不要求了。为什么一要求啊，学生都走光了。几十年之后啊，我们才体会到，不是他不肯教啊，而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不肯接受啊。那现在我们大力提倡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再不接受，再不从这里下手，佛教真的会灭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根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根，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儒就是礼呀。礼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。佛是戒，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找儒根，佛的根，啊，那礼的根就是弟子规。啊，佛的根呢，就是十善业；道的根呢，就是太上感应篇。在家学佛，务必要把这个三个根扎稳，然后啊，无论你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必定有成就。出家人呢，还要加上一个沙弥律仪，扎四个根，啊，四平八稳呐。然后，你一生学一部经。或者一部论，至少十年不改变，你一定会有成就。我这个学习的理念，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
啊，所以在台中十年呢，我只学了五部经啊。啊，这五部经说出来，你们都会感觉到好笑。啊，十年学这么一点东西。第一部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，小乘经。第二部呢，《阿弥陀经》。第三部《普贤行愿品》。第四部《金刚经》。第五部《楞严经》。我跟他老人家十年了，就学这五样东西啊。这五样东西通常在佛学院呢，一个学期就教完了。啊，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李老师的要求。啊，他没有要求我们做到，他要求我们能讲透。讲的叫他听了感到满意。你才能学第二步。啊，第二步也要学得这么透，才可以学第三步。我是学了三步啊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感觉到不行，学的东西太少了。啊，我学的时候就是前面这三种，学到普贤行愿品啊，所以以后再回到台中啊，继续跟他老人家学，学金刚经，学楞严经啊。这两部经呢，我在台中都复讲过啊，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。可是根很重要啊，那你没有这三个根不行啊！啊，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啊。那么学道，必须要学谦卑，要学。我最初教给我的是张家大师，教我看破放下，我很得受用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你才能学到东西啊！这些东西是障碍啊，有这些东西，再好的老师，释迦如来亲自来教你，你都不会成就。为什么？你有障碍，这业障。你怎么能学得好呢？所以必须把障碍除掉，我们才真正能学得好。啊，我今天在此地用这一点短短的时间，啊，把我自己所学习的经验呢，贡献给大家。啊，只要把障碍除掉了。四个根扎下去了，你们是佛学院，必须要扎四个根，啊，百分之百的做到，啊，要克期求证，那就是限定在一年要把它做到。你这四个根扎稳，然后九年的时间专攻一部经。啊，这一部经怎么个学法呢？啊，你比如说，你学《金刚经》，参考姜维农居士的讲义，啊，就这一种就够了。以《金刚经》讲义为主，啊，我有《金刚经》研习报告，可以给你做参考。啊，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上用了40年的功夫，啊，学《金刚般若》了，那你除他讲义之外，那其他的都不能跟他相比。
他用一生的功力，他成就了，真的是金刚菩萨了。那学心经，学周芷安的心经全注，周芷安居士也是在心经上下四十年功夫，成为专家了。或者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呢，你就学莲池大师的俗抄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专攻啊，要用十年的时间专攻，攻的时候要讲，每一天至少讲半个小时，最好能讲一个小时，一遍讲完之后再讲第二遍，那么九年当中，可能你讲上了30遍、50遍，分量大的，像这个《楞严经》呢，大概可以能够讲个10遍，你就熟透了。长期熏修啊，你心是得定，心是定，一门嘛，没有两门嘛，定能开慧。智慧开了之后啊，就通了。所以一定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才能成就。如果像一般学校，上一个钟点上这一堂课，下个钟点又换了，这个很难成就。必须是一门深入。老师带同学，一个老师带一班。老师也是一门深入，带你这个班，这一班分成几个组啊，分成小组啊，一个小组学一样东西，十年就一门功课，有这个机缘呢，也可以听别的同学的这些学习的报告，可以听，但是自己决定全部功力用在自己所选修的这一门上，多了你就分心，你力量就分散了，你就不能集中，不能得定，所以这种修学十年就是修戒定慧。一次完成，圣年不离开戒定慧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那么我最近也有一篇短文，提出一个书院的，建立书院的培养师资一个构想，这个报告的时候，我们用传真传递给诸位做参考。那么现在时间到了，我说话也就到此地，嘱咐诸位道业成就，学业圆满，希望诸位真正能发大菩提心，在这个末法时期，佛法能不能在兴旺，确实在诸位的肩膀上。谢谢大家。